这段时间让你受苦了？没有，是我自己自愿来的，你忘了？我记得，和你相处的每一个瞬间，我都记得。但无论你是为了心妍，还是为了我，我都不应该把你卷进庄家的这个漩涡中。庄家，还有蓝海，都太危险了。星城，其实我早就该告诉你我真实的身份，但是庄家的状况远比我想象的要更复杂。当年我流落在外，其实是有机会打电话给庄家早点回来，但是我不知道我打了那通电话还能不能活到今天。为什么？你觉得你和心妍的车祸是意外吗？有人根本就不想让心妍活着回来，也根本不想看着我活着回来。你和心妍的车祸，还有17年前我父母的车祸，都是人为的。这，我一直在找那个对我父母背后下狠手，还有把你误以为是心妍绑架的人。不找到他，庄家的一切都不会结束；不找到他，我父母还有心妍的事永远得不到真相。星城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一直陪着你的。我支持你做的所有决定，我也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。曼宁，我支持你，一定要找到当年的真凶，找到他，替我，也替心妍，完成心愿。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。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。以后啊，不管你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许藏在心里，你不要总想着自己一个人去承担，你要告诉我，让我跟你一起共同去承担，知道了吗？听到没有？我哎，你刚刚才说了什么事情都听我的啊。所以，先从这句话开始。严星城，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我要听你说。曼宁。严星城，你爱我吗？你觉得呢？
你们俩是骑手啊，站得高才能看得远嘛。那为什么要点这个烟花啊？因为浪漫。你怎么那么多问题？哇，太好了，他们两个终于要成了。我扛着猪也想要抱抱。你说什么？你说谁是猪？我是。我要不是猪，怎么会陪你胡闹？我要不是猪，你喜欢你吗？啊！大点声，我听不见。我没说什么，我说我快坚持不住了。哎，你再坚持一会儿，我还没看够呢。你别动啊！你再坚持一会儿。你行不行啊？没的，没事吧？才这么一会儿，你就把我摔倒了。我怎么不行？你看，我还有二头肌呢。哟呵，真大，蠢死了。哎呦，你自己留着看吧。哎，美娜，你干嘛？你别追过来！等我一下，美娜，你别追过来。